什么难言之隐？我看你是找仇，你是不是看我好玩？是不是？绝对不是。什么？你叫我什么？我干脆跟您都招了吧。您要抽就一块抽，您先坐下。您先喝口水。爸，我跟可可结婚了，我现在是您的女婿。谭林，安娜的订单又来了，咱们得赶紧做啊。好，一定抓紧。辛苦你了。你要看着没什么问题，就赶紧拿去制作吧。行，放心吧。谭林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就没办法跟你加班了。我爸来了，我得赶紧回去看看他。你爸来了？嗯。那我加什么班啊？你这得了吧你！你还想见我爸呀？你不嫌尴尬呀？我不尴尬呀。哎，虽说我暂时不是你爸的女婿，不过。我们爷儿俩这关系没问题吧？什么叫暂时呀？你永远都成不了我爸的女婿。那我更得去了。我得当着面把这事儿告诉他，省得老人家总惦记我。你这脸皮是越来越厚了。哎，行了，我最近够忙了，你就别再给我添乱了，行不行？再见。哎哎，来，爸，这是咱们一醉方休。来，再来。你小子呀，哼，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大富豪。哎呀，我总觉得你还是那个包子铺的小老板。什么大富豪啊，小老板的，其实都无所谓。嗯，关键是我现在是您的女婿了，我李红海也是有岳父的人了，我叫您一声岳父大人，您就得应着。甭给我来这套，我是任打任罚，您想怎么收拾我就怎么收拾我，反正我现在是您的女婿了，您自个儿掂量着办。可可，哎，可可，爸，我刚刚忙完，你住哪个酒店啊？我过去找你。我住哪个酒店？哎呀，闺女啊，你都有这么大的别墅了，你还好意思让你爹去住酒店去？爸，您在哪儿呢？在我闺女家呢，我的女婿啊正在陪我喝酒呢。啊？啊什么呀？啊，快点回家，快点啊！来。来，爸，嗯，今儿您得高兴，啊，我高兴得了吗？你小子前一阵子把我老头子耍的是滴溜滴溜的转，竟看我出丑了，你说我怎么高兴啊？这个我认罚。嗯，上回您给我揍的也够呛啊。对不对，小子？只要逮着机会，我还得好好练练你。练，您随便练。您这回啊，就不走了，就住下。什么时候看我不顺眼了，你什么时候收拾我，行不？哎呦，爸呀，你别再喝了。快！哎，你刚才你都听见吗？听你老公说什么来了？啊，他让我在你们家住下。嗯啊，只要看他不顺眼。我随时都收拾。嗯，哎，行了，你俩都别喝了。你看你俩都喝成什么样了。爸，我都安排好了，明天呢我就陪你好好出去转转，咱们好好耍一耍。我这酒店里什么都有，私人沙滩呀，什么高尔夫球场啊，您就尽情的玩，尽情的放松。好，来，不能再喝了，你爸喝美了。听话，你就。
哎呀，行了吧，今天你爸喝高兴了。你给我放下来，不能喝了。李红海，你什么意思呀？ 不是说好了要跟咱爸保密的吗？你把他接家里干嘛来了？咱们俩都结婚这么长时间了，爸既然来了，我这个做女婿的不尽点孝心，我良心上过不去呀！尽孝心你早干嘛去了？啊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你把他接过来，过两天办手续怎么办？手续，不着急，现在谁给老人家添堵，谁就不是东西。 你说谁不是东西呢？我是说咱俩，谁都不能给他添堵。你要真不想给我爸添堵，你就赶紧想办法把他弄回去。爸才刚来，我就让他走，你让我这个做女婿的怎么做人呢？啊！老李，我刚租好房子，我本来打算明天就搬走的，你现在让我怎么办？所以说，不能着急，缓缓。 缓冲一下，啊！我不想缓冲，我不喜欢黏黏糊糊的。现在你不喜欢黏糊的也不行了，对吧？你总不能现在出去跟咱爸说咱们离婚了吧？爸才高兴了刚那么一会儿，这话你能说得出口吗？啊！可可，咱们都面对现实吧。爸既然来了。 您这几天也玩累了吧？哎呀，不累，玩还有累的，啊！看你爸这几天神清气爽的。爸，嗯，其实这两天啊，是我跟红海请假出来陪你玩的。过两天我们两个就要忙起来了，那我俩不陪着你，你就一个人玩，那多没意思啊！哎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啊，我一个人没事，你们忙你们的，可可。 这个你就别操心了，我都安排好了。我专门安排了个司机，您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有司机多方便呢啊！咱们各忙各的，不用你们俩陪。老李，你别瞎安排行不行？我爸在市体校还带着培训班呢，这都签过合同了，这必须得回去。那要是耽误了课，那谁负责呀，爸？可可，这个我跟爸也商量过了，这个拳击就不教了。 都干了一辈子工作了，也该歇歇了。老李，这是我爸的工作，你瞎掺和什么呀？可可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人家红海怎么瞎掺和了啊？我确实是给体校打电话了，不干了。本来也是帮忙的事儿嘛。爸，您都答应人家了，怎么能随随便便就不干了呢？你看人家多重视你，给你发了聘书，你倒好，想去的时候去，不想去的时候不去，这不仗义。 要我说呀，
你真得回去上课。可可，你什么情况啊？啊？你这意思是话里话外的要撵我走是不是？不是，可可不是这个意思，他就是这意思。你这孩子怎么了你？啊，这几天陪我玩，也一直心神不宁的。爸，您误会可可了。我没误会，这丫头骗子态度有问题。可可，你才结婚几天呀？啊，就嫌弃你老爸了？我可告诉你，我现在退休了，啊，这是我女婿家，也是我闺女家，那更是我家。我愿意在这住多长时间就住多长时间。你别说，我这次啊，我还不走了呢。这就对了，爸，您就别再回去了，咱们一家人住在一块儿，多好啊！老李，你别跟着起哄架秧子啊！你又怎么说话了你？人家红海又怎么起哄架秧子了啊？我真是怪了啊！我到女婿家，女婿欢迎，可闺女呢不待见。可可，你到底几个意思你？你给我说清楚。爸，明天呀，咱们要出海钓鱼，今天是不是早点休息？你看看人家红海。这才叫孝顺，你懂吗你？我休息去了。你懂吗你？可可，那些设计图纸你看了吗？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啊？我都看了，没什么问题，可以定稿了。真的？哎呦，那可太不容易了。哎，必须得好好庆祝一下。为了这些设计啊，咱们都熬了多少个通宵了。今天啊，咱俩真得好好吃一顿。嗯，也行。顺便咱们把其他的设计都讨论讨论啊。好嘞。红孩儿，哎，你老这么陪着我，耽误你不少事儿吧？没有。你来了，我正好才有一个借口出来，我也放松放松。哎，你说，这可可这孩子最近怎么越来越怪了呢？这之前呢，他天天盼着我在他身边，可是我来了，他又轰我走。那没有没有，您多心了。他最近啊，不是正在创业嘛，可能压力比较大。有你做他后台，他有什么压力呀？我看可可呀。这是小孩过家家，他吧就是不想指着我，想自个儿呢干出点名堂来。那也不对，我来这几天，可可踏踏实实陪过我吗？就连晚饭也没陪过我吃过几顿。他这样，你也不说说他，我哪说得过他呀？喂，老李。可可，爸说了，让你晚上回来一块吃晚饭。不行，我跟同事约好了。约同事了，是不是又是那个谭林啊？我跟你说，行了，我不跟你说了啊。你看，你看，怎么样，谭林？你对下个系列的服装有什么看法呀？着什么急呀？劳逸结合，咱喘口气儿，放松一下嘛。哎，可可，李红海最近对你怎么样？挺好的呀。他没为难你吧？他干嘛要为难我呀？可可，你记住我一句话，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你都别担心，我谭林啊，永远站在你这边。哼，我看看是哪根葱要站在我闺女身边啊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叔叔，您请坐，请坐。哎，叔叔，我还跟可可说一定要请您吃顿饭呢，可可她一直不给我机会。哎，可可。
你老公、你老爸都在家饿着肚子等着你回去给我们做饭，你倒好，一个人跑到这儿吃什么？爸，我们两个在这谈工作呢。啊，是啊，叔叔，我们有点正事儿。什么正事儿？不可以上班的时候谈呀。谭林，哎，我是一个搞拳击的，喜欢直来直去，啊，我过去还是挺待见你小子的，我也确实有过想法，想让你跟可可在一起，但是可可她不喜欢你呀。他现在已经成家了，你就更应该注意你的行为举止。你说都下班了，不让他回家给他老公做饭，你们俩在这吃什么劲儿啊？爸，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。谭林，我是过来人啊，我今天就把话挑明了。你们俩今后是同事还是朋友，这都没关系，但是你少在我可可面前耍贫嘴。什么叫永远我要站在你的身边？啊，她老公，她老爸，她身边一边一个，已经是两个男人了，哪有你站的地儿啊？爸，叔叔，我说话不好听，但都是对你们年轻人好。行了，我该说的也都说了。谭林，我希望你啊，使点气儿。我和我闺女还有话要说，叔叔，走吧。叔叔再见。爸，可可，你听我说啊，今后啊，你就别去上什么班了，什么工作室啊，你就老老实实在家洗洗衣服做做饭啊，抓紧时间生个孩子。干嘛呀爸？我要工作，我得有自己的事业。你还要什么事业呀？啊，我得有自己的生活呀。生活，你的生活啊，就是赶紧生个孩子，相夫教子，啊！我看红孩啊也是这个意思。这样，你们俩，他主外，你主内，这多好啊！凭什么我主内啊？他有他的事业，我不干涉；我也有我的事业，他也别管我。你少给我耍性子啊！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！像这样的男人上哪儿找去啊，孩子？啊，这么成功的一个男人。他对你啊，又是这么死心塌地的爱，你还要干嘛呀？啊，你听我的，就踏踏实实的替红孩操持家务，别的什么也别干。爸，你是不是让那个老李给洗脑了？啊，你以前不是对他一脑门子的意见吗？哎，当初我见到红孩印象就不错，现在我见他印象就更好。再说了，我做这些不都是为你好啊？啊，一个女人出嫁成家了，那就是要相夫教子啊，这样家庭才能安稳，别的都是歪门邪道。你听见了没有？爸，您到底站在谁的立场上？谁的立场对，我就站在谁的立场。可可，结婚了。少使点性子。哎呦，三千万算什么呀？我跟你说，这三千万、四千万的，那都是小钱。咱的主要目的是赚他几个亿，知道吗？所以我说，你要把目光放长远点呀。对，嗨，这你就放心吧，我们这项目多着呢。医疗器械呀、啊，南非的金矿啊，只要您把钱投进去，100%有保障。您呐，就踏踏实实的把心放肚子里啊。对，没错，哈哈，这有什么不敢想的？上亿，必须上亿。哎，刘大姐，咱先不说这长远的规划了，等回头啊，咱们见面再慢慢聊啊。这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嘛。我建议您这次啊，多投点，别老是十几万、十几万，多没意思。你知道这机会可不是天天有的啊。嗯，好。
好。哎，那等我路演的时候，咱们再见面聊啊。啊？啊？哎呀，您着什么急嘛？我这次来除了工作，还要会会我男朋友的嘛。你总得让我过过感情生活吧？啊？对对对，哎，好嘞。那好，那你等我通知吧啊。好嘞，再见。勾拳呀、啊！嘿，真笨。勾拳，对对对，勾拳！哎，对了。哎。小丽呀、啊。嗯，大少，我到了。哎，好，继续。哎，小丽，你为什么不提前给我打一电话呀？我好去接你呀、啊，咱俩这关系还跟我客气什么呀？不用接，我到了再通知你也不迟啊。哎，我这不是想第一时间见到你吗？怎么，就那么想我呀？等我到了酒店，我把地址发给你，你过来找我吧。啊！哎哎哎，你甭订酒店了，我来帮你订啊！你等着我，哎。要是不满意，咱马上就换。这整个宾馆都是我女婿的。哎，房间怎么样？嗯，真棒。你女婿真是个超级大老板呐！我看你这女儿啊，真是没白养啊，简直就是个招商银行啊！哎呀，他是不是当老板呢？这都无所谓。其实我最看重他的是啊。他对我们家闺女是死心塌地的爱，你女婿对你闺女那么死心塌地，嗯，那你对我，是不是也死心塌地？哎，这还成问题吗？我对你啊，更是死心塌地的爱。你可回来了啊？咋了？家里来客人了。您是？你好，你是吴先生是吧？是我呀。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许先生的律师，我姓侯，这次来呢，主要是为燕太太事来的。那好，你上屋里坐，我给倒点水。不用客气，想必你也知道了，许先生委托了我，已经拟好了诉讼函，准备递交法院。这次来呢，主要想看一看，还有什么可以回旋余地。胡律师，这是。你不用担心，许先生说过了，如果您呢尽快把燕台找回来，我们既往不咎，而且还能给你10000块钱的补偿费。小丽啊，嗯，你说说看，你每天都这么忙，还要到全国各地去做推广，我真是想见你一面都很难呢。我又不靠男人，我得靠我自己啊。再说了。我这次这个基金项目这么好，我可得抓紧点时间。这样的话，下半辈子不用愁了。只要你认准的，我就全力支持你。可是以后，你也得给咱们俩创造点单独在一起的时间呢。那得看，你对咱们俩这事儿，到底想好了没有？我。我自从第一次见你面，我就没有二心。光耍嘴皮子可不行，我得考验考验你。我早就准备好了。嗯。嗯。你上次跟我说，啊，你敢不敢把你的房子卖了？投入到我们基金里去。我这次来，一是来看我们家闺女可可，二呢，我让我们家可可在上面要签个字，因为这套房子是在我闺女可可的名下，只要她签了字，我就可以把房子卖了。大圣啊，
你想投资，还用得着卖房吗？你女婿不是有的是钱吗？哦，这是两码事儿啊。孩子们再有钱，那也是他们的呀。可这套房子那是我的，我说了算呀。嗯，不用了吧？必须得用啊。卖房子的事儿是小事儿，这主要表明我对小丽你呀是死心塌地。我回头让我们家可可尽快签字，好吗？行，既然你这么经得起考验，那咱俩也尽早结婚。哦，来。哎，那咱们随时联系啊。哎，好的，再见啊。好嘞，陈先生，再见，拜拜。您怎么又来了？顾老板，你看那个砚台确实是我卖给你的，你可不能不认账啊！你要是不把砚台拿出来，那砚台的主人能放过我吗？我就纳闷了，您都活这么大了，怎么不明白事理呢？我问您啊，这砚台是你卖给我的吧？啊，是啊。我给您钱了吧？给了，那不结了吗？一我没偷，二我没抢，你凭什么问我要回去啊？话是这么说，可理儿不是这个理儿啊！啊，你要是不把砚台给我，那砚台主任就要到法院起诉我呢。现在我孩子还住院着呢，我现在等着挣钱去还医药费了，我哪能吃得起官司呀？行了，老哥，你别说了，您就是说破天也没用。古董行有一句行话叫“买定离手”，您这东西一旦出手了，怎么着您都得认命。我买贵了，我不能找您退货；您卖便宜了，不能问我要回去啊，这是规矩，懂吗？不是我白跟你讲道理了，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，您自己看着办行吗？反正我是不欠你的，你以后有什么事也别来找我，找我也没用。咱爸打电话说有重要的事儿给咱俩说。有什么事儿不能在家说呀？你现在这个家庭观念很强嘛。哎，可可，你看，咱们一家三口生活在一块儿，多幸福啊！啊？你少来。啊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快来。嗯，我来介绍一下啊。这位就是我女婿李红孩儿。你好。这就是我女儿夏可可。哎呦，真漂亮。这一位就是艾小丽阿姨。小丽阿姨好。阿姨好。哎呦，你看真是郎才女貌，天生的一对儿呀。是，咱们坐下聊。哎，好。红孩儿，可可，我一来啊本来想告诉你，可一直呢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。今天我宣布啊，你们艾小丽阿姨就是我现在的女朋友。哦，那今天就算是给小丽阿姨接风了啊。行，那我明天安排一下，咱们出去好好玩玩，改天到家里去吃饭。哎呦，哎，不用了不用了，我这次啊是带着业务来的，我得给好几个项目搞融资呢。现在我们这个项目市场特别火，回报率也高，我还得全国各地的跑呢。现在资本市场很活跃，只要项目好啊，融资一点都不难。嗯，是是是。哎，您是大老板，这见识肯定比我们要广得多嘛，是吧？哎，不过我们这个项目在我们东平市真的很火爆，这只要一投资，年回报率20个点。肯定没问题，这比银行可高多了。这名声一出去啊，一下子就面向全国了。您的事业心很强啊。哎呀，过奖了。我跟你爸呢，这商量着，再拼上一两年，赚上他1亿。啊，对，赚他1亿。1亿。嗯。哦，
哎呀，对，当然这跟您老公是没法比了。你看，您老公是大老板，这肯定要比我们强得多了，是吧？不过，这对我跟你爸来说，真的是足够了。到时候我们就什么也不干了，带着你爸周游全世界去。嗯，哎，这个计划太美好了，我祝福你们。来，咱们一块儿。祝你们幸福！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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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，谢谢，祝你们也幸福啊！谢谢你们吉言啊！嗯，坐。嗯，不错。哎，红孩，你小丽阿姨啊，要在这搞活动，你看看是否能给提供一下像会议室或者是办公室什么？啊，对对对，我要在这儿用一个多月呢。会不会时间太长了点儿？您用一年都成，我马上就安排。有什么需要，您尽管说。哎呦，那真是太好了！你看，这么好的条件，那我可得要多待一段时间了。我把这儿当根据地，怎么样？这就对了。您看看，小丽阿姨都把这儿当根据地了，您就更得多待些日子。哎，你小丽阿姨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可可，爸，干嘛去啊？去工作室上班啊。来来来来，闺女，快来来，哎，来坐坐，给爸签个字。签什么字啊？咱老家的房子不是写的你的名吗？你只要签个字儿，我回头啊就可以把这房子卖了。爸啊，您干嘛要卖房子啊？哎，你小丽阿姨那正在搞融资呢，我也想尽把力呀。尽把力，您就要卖房子？你卖了房子，你去哪儿住啊？哎，你小丽阿姨那儿有房，回头我们俩结婚了，我就住她那儿去了。爸。您跟这个小丽阿姨是怎么认识的啊？你爸不是每天要到公园去锻炼吗？就在那儿认识的。在公园认识的？认识多久了？挺长时间的了。挺长时间是多久啊？有三个月了吧。三个月叫久啊？爸，你了解她吗？我当然了解她了。哎，你跟红海才认识几个月呀？现在不也结婚了吗？生活不也是很幸福吗？这都是缘分。不行，我不同意你卖房子。嘿，你这孩子，你住了这么大的别墅，老公这么有钱，你还惦着咱老家那套房子干什么呀？爸，我不是惦记房子，我也不是惦记钱，我是怕您被骗了。现在骗子可多了。哎，瞎说你！我跟他是什么关系啊？他能骗我？反正我不签，哎，我不签。哎，可可，哎呀，闺女，你谁闺女？你这，咱们这个医疗器械项目呢，去年全国开了三家工厂，今年我们就要扩张了，要扩张到20家工厂。当然，这需要大量的资金。各位，你们的机会也就来了。我说句题外话，相信在座的各位应该都做过银行的理财产品吧？是不是啊？对，理财产品是不是很多？是。但不管多少，回报率是不是就没超过5%？对。5%都没超过，多可怜呢，是不是？是。而我们这个项目呢，仅去年就已经达到了20%，高吧？各位，我今天来这里呢，就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我已经向其他的股东申请。为了能够更好地回报大家的投资热情啊，我决定把今年的回报率提高到23%。大少，放放 PPT。啊？放 PPT。哦哦。来，大家看啊，随着2011年我们的销售额呢，已经达到了1000亿的人民币。高吧？高。这是我们国内的医疗器械的市场前景，非常好。一会儿大家仔细了解一下啊。来，往下。这是我们4个城市往年的平均回报率。2015年
达到了多少？10%。到了2016年，提高到多少了？大家看，20%，翻了一倍，是不是？对。现在这种产品是不是不多了？不多了。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呢，市场确实越来越好，随着市场的发展呢，给大家的回报也越来越高啊。在座的各位，你们都是骨干力量，将来这里的市场还需要大家来带动。现在我手上这份资料你们都有吧？有。好，希望一会儿听完我的演讲之后呢，大家仔细认真的阅读并学习啊，以便你们也给别人好好宣讲，好不好？好。陈海，你猜的没错，你岳父这女朋友还真是有问题。这个艾小丽也算是个女强人，做过不少的生意，什么贸易啊、期货呀，啊，也曾经风光过一段时间，但到后来呢，都赔了。她这个基金呢，问题就更大了。虽然开始也挣了一点钱，但到后来资金链一断裂，就彻底经营不下去了，亏损非常的严重，所以才换了地方跑到咱们这儿来了。我可以断定，她这个基金存在一定的诈骗的性质，虽然目前没有违法行为，但出事儿是迟早的。哎呦，我这岳父跟他可是情深意切，都琢磨着跟他领证了。那这事儿你可得慎重啊。别的都好说，我怎么把我岳父的这个感情给扭过来呢？哎呦，感情那是另一码事儿，你得赶紧劝劝你岳父，让他别越陷越深，说不定还有法律责任呢。这样吧，我也不能不考虑我岳父的感受，这个事儿还得软处理。你呢，先在背后悄悄的给那些客户提个醒，别再让更多的人陷进去。另外，你把借给艾小丽的那些会议室收回来，就算是给她敲个警钟，让她悬崖勒马。啊，我这就去办。布老板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布老板，你就行行好，把那个砚台还给我吧！啊，不是，我这嘴皮子都快磨破了，您怎么就不明白呢？这规矩您到底懂不懂啊？您要是不把砚台还给我，我这日子不好过呀！你就别给我一个收破烂的讲啥规矩了。现在，砚台的主人已经请了律师，把我告到了法院。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，你如果不把砚台给我，我是真正没法活呀！我跟您说，我跟您是买定离手，我跟人家也是买定离手，那东西已经不在我手里了，我就给卖了。您卖给谁了？我来来往往那么多客人，我哪能都记得住啊？不知道，早卖了。这干嘛呀？怎么着？什么意思啊？出我店门口不走是吧？不，行，那你待着，我走。有病！布老板，你小丽，小丽，我呀从我女婿那儿收了一瓶好的红酒，今天晚上咱俩一人喝一口。没心情。咋的了？你那好女婿干的好事儿啊，麻烦你问问你那好女婿，他到底安的是什么心啊？说好借给我们的会议室，说取消就取消了，我的客户来了怎么办？我还做什么生意啊？哦，对了，今天还给工商局打了小报告，工商局的马上就要查过来，把我这几笔生意全给我搅和黄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小丽啊，红海是非常懂事的孩子，他不会的。怎么不会？我的人都看见了，他们集团今天的什么法律顾问直接跟咱们客户都联系上了，把我的资料都拿走了，还告诉我们的客户说千万不能参加我们的融资。他这什么意思呀？啊？哦，只准他这大老板挣大钱，不准我这老百姓挣小钱是吧？
他明知道咱俩这关系还要这么整，他这什么意思？他这是不把你这老丈人放在眼里。